盖料子的话是一个色料啊，来开窗面的话是挺大的。目前从开窗面上来看的话，我是没看到什么大裂啊。它这一包都是黑色的一个鞋，然后这里面的话都是绿色的一个预热，融水很好，这个色料。胡子。为什么出来的呀？我会找得到的嘛。你的店就在这里，我说你不知道，我穿接一下你。没问题嘛，那么大肚子为什么出来？我会慢慢找嘛。来来来来，哎呀，这你进去进去，我进来，没问题的。哎呀，好客气，好久没见。不怕呗。那料子呢？慢一点，慢一点走，会我带过来，我带过来。带过来了。不要了，你先走一走。就这里，你进来哈。哎，以后。哇，啥料子啊？什么货？雾色料啊。现在住的好不好？现在怎么说呢，你也看到了，现在瑞丽的话怎么说，白天的话人也不是很多，但晚上的话夜市啊人还是蛮多的，还可以。不是，我说你现在那么大了，住的好不好住，会啊，这种问题。我以为他问我行情怎么样，结果他是问我就是我身体这样的一个变化好不好做，没问题啊。哎，我老婆那么大的时候她是现在住完以后就不想上来了。那这不是那个啥，人家都说了嘛，这怀胎十月，这十个月是做皇帝的日子，对不对？就在家一躺，哎，但是我想干嘛就干嘛。但是我姐是天天来上班。我天天来公司的。啊，姐呀、啊，你现在这个里面，你真的休息最好的了。还有你马上也生了。OK， 知道，放心。哎，没有问题。你这个必须相信了，里面有小孩马上也生了，相信一下。嗯，好，来他的意思是要休息一下、哎、所以他中文不太标准，怕你们听不懂。没听懂。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其实是。我住缅甸了嘛，普通话没回去缅甸了，对吧？回去缅甸了，有的话就忘记了。那你这一趟回去顺不顺利啊？我身体的。哪边也不太好的，这样太难受的，你也知道缅甸是一来一转的，那、我们也干怕的。搞到料子的直接回来了。哎，这现在你也这种好事情，有的时候我这种料子放个六给你，放个六，哎，大气一点，放个六。阿涛，你去拿两瓶矿泉水过来。他们的话，缅甸朋友不喜欢太喝茶啊，咱们直接拿矿泉水。好好。哎，我这个。以后再见。OK， thank you。这料子的话是一个色料啊，来开窗面的话是挺大的。目前从开窗面上来看的话，我是没看到什么大裂啊，但是有小细裂，它里面，来这里一条很明显，看到了吧？像这种料子的话，就只能去盘一些小挂件。但是这料子的话，从皮克来看，这料子蛮有想象空间的。你看它这一个料子的话，其实就是那种显化色。你从这一边你就能看出来，看到没有，它这一包都是黑色的一个鞋，然后这里面的话都是绿色的一个预热，融水很好，这个色调。这里的话压灯的话有点黄味，看到吧。但是这种料子的话那么大一块，如果说要去读满色的话，这个的话得薄啊。就来接这些，你看这里的话它里面的话是有色花，看到了吧。哦，来这边也是有色花，所以说它可能到这边的话就变成那种种水飘绿花的那种感觉了，可能就不会像这边整片的话都是绿色的啊。所以这里它也没有打开，但这个料子的话就是怎么说，你不用去想的，就是它的一个种的话是很好。你看这些，你看到吗？压灯的话水头很好，黄味也很足。那胡子，这料子的话什么价格？哎，这你也现在肚子那么大了，马上要生儿子了。你要给我放肉吗？你今天说的。必须放个肉，那我说了，然后小孩子的奶费必须要拿到的价格。你这个料子我给他价格，别的去地方去卖，你必须要赚钱的价。他的意思是我拿去给我一个价格，拿出去外面卖，随便赚钱赚奶粉钱啊。对啊。来，你说一下，我感兴趣了现在。啊，那我这今天肉给你放个肉，680万，又酸又滑。真的是话都不想说了，你这是让我去赚奶粉钱，还是你要把我的奶粉钱都骗走啊？啊，没有的，这报价的你亏钱了嘛，这样啊，来骗奶粉钱来了，没报价，绝对是来骗我小孩奶粉钱的啊，这个价格不是啊，这亏钱了，几个价是吧？哎，60，这
我不是那样子的人，我自动就是。就先抹个零啊，咱们的话。百万的就太难的，这你仔细看看嘛，自动。我跟你讲，胡子。哎。如果说是60这个价格呢，那我觉得我小孩奶粉钱应该是绝对是够了啊。而且太孤独了嘛，奶粉钱就喊那么都没有啊，点都不花。来，咱们的话看一下，这胡子的话挺幽默的，喜欢开玩笑。其实这料子的话，刚刚我有仔细看，像这一边啊，你们看这里是不是黑色的？这里看起来跟这里对比，是吧？它这里的话，它就是显，这料子的话，它就是往显下花色的。到这一包它都是显，然后像这边的话，它就是有一些色的话已经化成绿色的花了，看到没有？种水的话是不错的，但这种料子的话得堵一个裂，还有堵它这个显会把肉吃了，还是说？这个咱们这个玉肉战胜了这个血，如果化成那种冰飘金丝绿的那种，哇，那这个料子的话就大涨了啊。但是从目前这边来看，这色的话还是蛮漂亮的，虽然它有小裂，但是有裂的话都是可以避开裂去做件的啊。60嘛，我认真的。姐啊，奶粉钱嘛，百万之内开嘛，就百万以上开嘛，姐，百万以之内不要开的。百万以上开？哎，那你还是要骗我奶粉钱。没有，这不都骗嘛都。你看这个背面这些的话，压灯的话，它都是有表现的啊，看到了吗？就像我跟你们说的一样的，它可能这些地方的话，它就化成种水了，就是那种飘绿花的。它就这一个面有显，这些都没有，所以说它化开的一个概率的话是挺大的。这个价格差不多了，从开窗来看的话，朋友。差不多了，奶粉也没那么多嘛，没那么贵嘛。哎呀，我一个叔叔好叔叔嘛，必须旅游给的，那就百万收入太低了嘛，百万太低了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他讲话你还是听得懂的哈。啊，但是他讲话有点那种，就是又讲着缅甸话，又讲着中文，那种混在一起说，别如给嘛嘞，就是怎么给嘛，对不对？怎么卖嘛？这样加一点68，好不好？68加8万啊，好听啊！你说680，我说68嘛，差不多嘛。你现在就啃一个，我一脚脸了你瓜。没有那个大胡子，你听我跟你说，这料子的话它也有风险的，是不是？这些险，然后它还没有裂要去堵一堵，虽然有那么大，有手镯位啊，这料子。但是其他的一个纹裂的一个情况，咱们要去堵，还有这险，咱们也要堵。姐，你其他地方表示，结果开卷位置都百万亏的，亏赚到的百万。那你说个最低价。哎，姐，我也不做什么这样，奶粉的钱我已经算好完又给你。嗯。118嘛，118，这个好听的。118。哎。百万没那么多了。这料子的话，其实从这里开窗来看啊。就这里的话，它打满色牌子的话还是挺不错的这料子，但是唯一的就是它其他地方的话是有漏底的，就是它不会是这样的满色状态嘛。68可以了，胡子真的 OK 的，挺高的。牌子一个都百万去的嘞，一个。奶粉钱就这样才赚得到，不然赚不到了。68奶粉钱太多了嘛，姐。那行了吧，你考虑一下好不好？这种现在太赚地方都。我给的价钱你去卖，现在色料的确确很贵啊，然后它这料子的话，开窗面的话的确是挺大，然后色也挺洋的，做一些小件或者做服饰拍出来的话都是挺漂亮的。那就这样子吧，我一口价好不好？哎，你自己考虑一下。好，80。姐，118都没看到的嘛。就80阿弥陀呗，最高的你考虑一下这边，跟他听到吧，你想一下好不好？我跟他说就80最高的，让他考虑一下。哎，姐。其他事情我真的没。我跟你讲啊，如果说这料子过百万，那姐姐真的赚奶粉钱就很麻烦了。既然你那么有诚意，我都说了大六的价格高高给，好不好？好比这其他事情我就真的这种东西百万之内就没买的，那就今天好日子有的嘛，那就今天这个东西80就给。太会说话了，啥？你可以慢慢出来，没有关系，叔叔已经打好了你的奶粉券了。他在跟我小孩说话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担心。OK， 好叔叔，好叔叔。那行，那个你喝水嘛，我再看一下这个料子。来，这个料子的话，刚刚也跟大家说了很多啊。这边的话是有血，其他面的话是没有那个黑色的血的。它那个皮壳压灯的话都是有表现的，而且种水的话是不错的。这里的话都是一个满色的一个状态，其他地方的话可能就是薄到那种飘金丝绿啊，飘这样子的一个绿色的一个。
但这里的话都可以出满色的一些件啊什么的，咱们这价格的话，奶粉钱的话应该是赚得到一点啊。来，咱们的话灯下波光色啊，为了大家看得更直观一点，咱们直接去阳光下带大家看一下。来，涛涛帮我抬一下。啊，好，我来，我来。胡总，你坐一下，没事。慢点。OK OK， 你放心。来，走吧。你那么要快，慢慢走。走太快。来，这个料子的话，它有一个面有险，其他面的话都是没有的。啊，慢点啊。啊，然后这里的话，你看它开出来的一个色，在阳光下给你们看一下。现在色料的话，它的一个价格的的确确是很贵啊，而且其他地方压灯的话有显，然后还有一些飘绿化的一个地方，其他地方压灯都是有表现有走水的，所以这个料子的话还是不错的啊。然后胡子这个价格呢，咱们的话奶粉钱应该是能赚一点点啊。来，咱们的话好久没见胡子，咱们今天跟他唠一唠啊。本条视频的话就先记录到这里，如果说你也喜欢翡翠，喜欢杨老师，看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爱你们。